九支职棒一六，收入了大联盟所有球队以及球员的资料，甚至是2016年所有的比赛日期。玩家可以自由选择美国联盟或是国家联盟中的任何一支球队，并且收集搭配自己喜欢的选手组成明星队。游戏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操纵投手投球的防守战，另一个就是操纵打者的进攻战了。投球的部分比较简单，首先选择球种，然后再选择要投到九宫格中的哪一区域。而打击战的部分则是要看击球的时间点来决定能不能成功的将球击出。GC 游戏频道，燃烧你的游戏魂 ，Battle！